糊粉红佛花就来糊粉红佛花，你不会糊粉红佛花就不要糊粉红佛花，你再来糊粉红佛花也糊不好粉红佛花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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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会糊粉红佛花？还没有，还没有，不用急，就来糊粉红佛花。你不会糊粉红佛花，就不要来糊粉红佛花。你再来糊粉红佛花，也糊不好粉红佛花。好，但是有多一个字，多一个字。来，来，不应该来，没事不要来，啊、好不好？好，坐下。丑音，妮妮，预备，很难的，七，你会糊粉红佛花就来糊粉红佛花，你不会糊粉红佛花就不要糊粉红佛花，你再来糊粉红佛花也糊不好粉红佛花。像话吗？又提前庆祝？我想到对了，谁对了？对了也不用提前庆祝。后面你干嘛先跳啊？后面两个人如果通通对，我们就绝对不会电你。好，两个人有一个错，我们就报。好痛哎！马国碧先生，马国碧你可以的哦。Are you ready?你会糊粉红，糊粉红不是糊吗？你会，你会，我要了解一下，你有电吗？没，没有电，你们干什么？这一把我安利你们才处理啊，好不好啊？这样看我的手安静了吧？今天电力真的超强，糊哦，不是糊哦，糊，开始。你会糊粉红佛花，就会来糊粉红佛花。你不会糊粉红佛花，就不用糊粉红佛花。因为人家在讲话不能叫啦，在旁边叫很紧张哎。不好意思哦，丑三。好，剩下你一个，好吧？如果你对我还是让你过关。真的吗？好吧，预备。Oh my god！ Are you ready？你会糊粉红佛花就来糊粉红佛花，你不会糊粉红佛花就不要糊粉红佛花。你再来糊粉红佛花也糊不好粉红佛花。但是有点慢，我快睡着了。你的声音有催眠的作用。好，第二题，求情对白，本亲。Are you ready?马如龙大哥，哎呦，哎，你可以打我、骂我，但是就是请你不要不理我好吗？不理我，都要急死了！你一句话不说，你这样我又一次都要急死了，我都要被你急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求求你不要对我不理不睬，你这样我真的是要急死了！你说说话好吗？我什么都依你的，你一声不吭。真的是让我再一次又再一次被你急疯了！哎呦！让我用一次再一次的，我一个再，让我又一次再一次的，让我又一次再一次的被你逼疯了。你来试一试，好吧？纯情版，有没有谈过恋爱？没有，还没是吧？那你要这个要假装像姐姐那样谈过700多次的，700多次，7000次，7000次。就要感情要融入，对吗？好，对 ，Action。Are you ready？ 俊杰 ，Oh my God！ 你可以打我、骂我，但是就是请不要不理我好吗？你不理我，都要急死了！你拍 A 片啊？整个骨头都要碎掉。怎么会这种声音呢？他是少女耶。对呀、啊，再一次。Are you ready？ 声音不能卡痰哦。开始。俊杰，你可以打我。啪！要懂声音，要懂声音。他怎么那么尾音啊？可以呼吸，不要那么重。俊杰，你打我。啊，我。
音不能那么重，好吧？预备。Are you ready? Action. Three, two, one. 俊杰，你可以打我、骂我，但是就是请你不要不理我好吗？你不理我，都要急死了。你一句话不说，你这样我又一次的要急死了，我都要被你急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求求你不要对我不理不睬，尔康，你这样我真的要急死了。紫薇，你说说话好吗？我什么都依你，你一声不吭，真的是让我又一次再一次的要被你急疯了。对啊，这很好啊，很好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好，来，小马，该你来了，开始了，好吧？这个秘诀对你只有一个。Oh my god！ 莲花指一笔出来，你这味道就出来。对，那你的对象叫什么？俊杰，喂，不要换个对象了，就那个啾啾，哎，不行，因为人在现场，你如果要啾啾，就每一行的前面都要加啾啾，每一行的前面加要加啾啾，好来，小马开始 ，Are you ready？3, 2, 1，啾啾，你可以打我啾啾，骂我啾啾。但是就是请你不要不理我舅舅好吗？舅舅，你不理我舅舅，我要急死了，舅舅！你要打谁的舅舅？骂谁的舅舅？这感觉是好像鸟类世界的爱情。你刚刚第一行，第一行，你不要每一行 ，OK， 第一行，我以为是每一句。你换个人，那就很累。看看啾啾 OK 了，开始，蛮有感觉。Are you ready？ 自己错就处理了。One， 啾啾，你可以打我，骂我，啾啾，但是就是请你不要不理我，好吗？啾啾，你不理我，都要急死了，啾啾。一句话不说，啾啾。你这样我又一次的要急死了，舅舅，我都要被你急疯了，你知道吗？舅舅，我求求你不要对我不理不睬，舅舅。舅舅，我告诉你，看起来很简单，其实有埋伏在里面，很难嘞，好不好啊？舅舅，来妮妮。阿咪老师好了啦。阿咪哦，嗯，阿咪，那他一咪咪咪咪是阿咪咪。Action. Are you ready? Three, two, one. 阿咪咪，你可以打我骂我。阿咪咪，但是就是请你不要不理我好吗？哎呦，不错哦。阿咪咪，你不理我，我都要急死了。阿咪咪，你一句话不说。阿咪咪，你这样我又一次的要急死了你，阿咪咪，我都被你急疯了，你知道吗？阿咪咪，我求求你不要对我不理不睬，阿咪咪，你这样我真的是要急死了。阿咪咪，你说说话好吗？我什么都依你。阿咪咪，你一声不吭，阿咪咪真的是让我也又一次再一次的要被你激疯了。哎呦！哎，妮妮可能最近有演很多偶像剧，对不对？超多的，又要上档了新的。哎呦，没错，剧的《真心情爱两次》里。不必，好好加油了。换你了，换你了。个人题哦，个人哦，好，预备。Are you ready? Three, two, one.老婆，哎呀，你可以打我、骂我，但是就是请你不要不理我，好吗？不不理我，都要急死。你一句话不说，没有必要。你这样我又一次的要急死了，我都要被你急疯了，你知道吗？求求你，农村不要对我不理不睬。你这样我真的是要急死了。你说说话好吗？
什么都依，你一声不吭，真的是让我又一次再一次的又被你急疯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哎，等等等等等，怎么了？啊？他没有加老婆。哦，前面没加老婆。你前面都要加老婆。对呀、啊。哦。那应该第二句话就要垫了，跟我讲完成一遍。围棋轮到你，一杯。啊，我要谁呀、啊？谦哥了，我要找位置坐，身体不好。预备，开始。3, 2, 1。谦哥，嗯，怎么样？你可以打我，骂我。真的可以打吗？但是就是请你不要不理我好吗？买那个，买那个。你不理我，我要急死了。那无啦。你一句话不说。你这样，我又一次的要急死了。那搞不下那种，我都要被你急疯了，你知道吗？嗯，真的假的？我求求你，你求啊！不要对我不理不睬，宪哥。你这样，我真的是要急死了。你急吗？宪哥，嗯，你说说话好吗？说什么话？一直在说、啊。我什么都依你，一声不吭。真的是让我又一次再一次的要被你急疯了。哎呦，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，重新回进入这个节目。好，三杯，厉害了，马上进入我们 Power 比大小，比大小啊，第一位就我大你小，哎，来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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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来，你算是这个单元的元老级的，没有了，我才来第二次而已、啊。谢谢，我要再一次感谢你，感谢，牺牲你的屁股为我们的收视率，好吧？来，今天要检查一下你屁股有没有藏东西？没有，我没有那么下流。过来，你上次有没有藏个厚纸板的、啊？怎么会有刀、啊？对不对？对不对 ？Baby， 你给我坐下，坐下。遇到状况不明了的两个，直接就 safe 就好了，基本上都会是对的。请出题。请问下列何者价格较高？比较贵。所以，哇，聪明耶！No， 各位，这个所以他单位要了解一千一钱啊，一钱就是十分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贵钱是一两，一两。六千，台斤跟公斤不一样，公斤是，哎，一千克，一千克啊，可是我不知道。对，这个了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了。但所以你看都要知道了，好，加油了，好，好，侥幸过关第一关。第二题，请出题。请问下列何者时间较早？好难哦！太假了！你拉，太假了啦！对啦，好效果！你来做做看，真的。对呀、啊，比较早、哦，有时是在比较后面。来来，亮姐讲哦，讲来，子丑寅卯，辰巳午未，午未啊。五味杂陈，真有什么没有？真有虚汗，真有虚汗，真有虚，算是后面。后面老板，这个不能垫两次啊，舒服吗？不舒服吧？哎，来，哎，美女，哇，好痛！红糖妹妹，你们请出题。请问下列何种血型可被使用的机会较多？O 型的他很多血型都适合，像 AB 型哈、啊，他只能适合 AB 的，还有什么 RH 阴性 RH 阳性，对呀，很容易缺血，捐血一代肾造七级，我只讲错了一个，有必要这么大吗？我只讲错了一个，你已经很优秀了，优秀，已经非常优秀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台湾需要你。对。第二题，请出题。请问下列何者热量较高？怎么样？热量较高。
椒，芭蕉比较小、啊，芭蕉我刚刚看成芭乐哎、欸，哦，芭乐芭蕉啦，芭蕉哦，芭蕉啦，芭蕉，我跟盖小姐一样，芭蕉热量是香蕉的3到4倍，哎呦，这么高热量，对不对？香蕉是80到90卡。芭蕉一根是340，好像有，所以它比较香甜。以后跟任何人交往，不要再笑人家短小。哎呦，有吗？他没有啊，尤其是塑化剂之后，好冤枉，很多啊。来，嫖哥，请坐。嫖哥，嫖哥，嫖哥，嫖虫。哦，对，好难听哦，嫖哥。阿嫖，这好可怜哦，嫖虫也不太对啊。不能叫嫖虫，我一个朋友就到内地去乱做坏事，哎呦，被盖了嫖虫。哎呦，我说怎么会护照被盖瓢虫呢？这很高哎、欸！啊，后来他旁边都有涂掉两个，这是本来写什么？没有啦，嫖客跟淫虫啦。有我一个朋友已经被盖了章，哦，看他自己在里面又多加了两个字，哦，他是那个瓢虫上面写小瓢虫，哦，然后淫虫在中间多了个火，萤火虫。哦，还是我是生物专家，哎，小瓢虫，好紧张哦，好不好？萤火虫，你这个，你这个很简单。遇到状况不明的时候，两手一摊就是拼手，好，基本上都是过关。我知道宪哥你在提示我了，我真的真的，请出题。请问下列两部优质电影哪一部的票房较多？哎呦，哇赞、嗯！这两部有吴天王加持的优质国片，广告回来票房比个高下 ，Power 比大小。请问下列何者智商较高？谁知道？哦哦哦！啊啊！好像我不是吗？再来是猪猪火。不能讲到这两个字，讲到这两个字啊，宪哥！一猪猪猪，一猪猪，脸上有小小的嘴猪。不要笑我。